年三月夜晚，第一年三月夜晚，你的车马牌子挂打啥嘞？白年呢，打的比较干高嘛嘞。啊，我你拉来了呗。这不是朋友咋的啊？大家家都一百张，把这些给家。大家家都一百张，把这些给家。哎你，哎你耶！所以说嘞，现在人是该懂，我不明嘞，懂不明嘞？啊，咱们嘞都请来这干嘛嘞呀？都伢那把鱼，请把鱼撇比正眼啊！都古好嘞，白天时啊，天天菩萨心嘞对美嘞，不正嘛嘞？不要，都古好，现在老年多啊，古也菩萨心。今天的家打啥来了？今个哪里打啥来的？怎么样？打啥的时候呢？辛苦办的故事耶。今个打我个台嘛啦。接下来今个打我个表，今个打一个苏糖饼来呢。我阿奴也住，俺那也住，俺不也那往外面里，过不来有几远了？要花不漏了，哇！那些烂的，你管得过来心里头？真的话，我吃素了有这么多的吧？老太不住嘛嘞，他比不起爷了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你进来。特别好，嗯，特别好，特别好嘞，嗯。这里啊，不闷嘞呢，就在你家家里头跑家里。我所以打阿六十三来没，所以这里呢，其实生意也不比较新，比较麻烦。